这个其实是从上一次做完的，所以上一次做，所以希望我们留下任何上一次的痕迹在里头。就是因为有时候很多大家第一次加入之后不知道怎么做，就那个网址我等一下贴在 IRC 上面，所以我提供一些项目让你来玩个简单的拼搏游戏，就是你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做，比如说你可以先尝试着上 IRC 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如果你做完之后你可以点一下把它标起来。那接下来如果你想要提案，可以再等一下可以上台提案，好像已经满了，所以下次再加油。那接下来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做法，那也不一定啊，你把填满了也不会有什么奖品，但是是希望给你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，说到这边来说到底要做什么，赶快融入。那这个网址我等一下会贴在那里。好，那基本上我讲的到这边呢，就是大家。